房间张先怂的只能就在我门口自拍，真可怜。真的 ，@ 人一定是就是很喜欢的，第一个肯定是戴萌。对哪个前辈印象最深，是因为什么？张欣，因为他长得又好看，又是我的类型。就是漂亮可爱的妹子，例如金开头的，戴安娜王妃，难道你没有存吗？有，就是戴萌就比较帅气的照片，我都存在手机。所以我们两个掉水里了，你救谁？我会游泳，我可以一只手，我救戴萌。这是我给你写的表白的情书，你要看清楚了。